百元红包人人领，十亿现金抢不停的拼多多，提醒您稍后看点。鼠年第一天，想陪大家过年的，请举手。正月初一，棒棒棒棒，我报名黄子韬、周笔畅、鲁江、霍思燕、刘宇宁、杨钰莹、刘宪华、五味周、中国人新男团、小鬼、王文凯。正月初一一起过年。冯提诺、信、蔡启平、沙宝亮、何启山、王鸥、刘俊峰、邢飞、万木阳子、廖昌永、吴晓峰。我们报名。鼠年第一天，鼠年第一天，我们在一起。拼多多四海同春，2020全球华侨华人春节大联欢，待会儿见。拼多多四海同春，2020全球华侨华人春节大联欢，现在继续。新年，大街小巷悬灯彩，炮竹响连天，七个隆咚锵咚锵，炮竹响连天。小哥过年真高兴，换上新鞋穿新衣，从头到脚打扮好，上街去拜年，七个隆咚锵咚锵，上街去拜年。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呀、啊，恭喜恭喜恭喜你！冬天一到尽头，正是好的消息，温暖的春风吹醒了大地。恭喜恭喜恭喜你呀、啊，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呀、啊，恭喜恭喜恭喜你！我祝满天下的女孩嫁一个好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我祝尊敬的姑奶奶36圈的比赛，气不喘，面容不改。我祝35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运红通住豪宅。我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精彩，最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哦，你多人不快。贴春联，纸年货，数着时差把年过，福气棒，福寿长，脉搏连着黄河长江，曼谷港，奥克兰，爆竹声响，阳光灿烂。全球的华侨华人朋友们，全国的电视观众朋友们，这里是2020全球华侨华人新春联欢会的现场。大家看我们这个舞台啊，是一个特别有气氛的热闹喜庆的唐人街这样的一个舞台。全世界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会有唐人街，无论你走到哪个地方，血脉相传，文化同根。是的，
大年初一，四海同春，今天是我们全球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节日。今天呢，在我们现场坐满了专程赶回来的朋友们，还有呢来自21个国家的华侨华人社团的代表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们，欢迎回家，欢迎你们，你们好。我们的晚会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办，由百元红包人人领，十亿现金抢不停的拼多多冠名播出。同时呢，海外的华侨华人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芒果 TV APP 国际版来独家网络收看我们的晚会。更多精彩视频尽在芒果 TV、腾讯视频、爱奇艺和优酷。今天是庚子鼠年的第一天，我们要和全球6000万华侨华人朋友们一起贺新年。在这里，我们给大家拜年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要祝全球的同胞鼠年有数不尽的快乐、数不尽的幸福和数不尽的收获。好，在这里呢，我要祝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身体好，鼠您最幸福，鼠您最健康。那接下来我就给小朋友来送送祝福吧，祝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够活泼可爱，像松鼠，天天开心，像米老鼠，成绩优异，数一数二。今天呢，我们还要给大家送上新年福利，新年到，红包到，刚刚拼多多给大家发的红包，你们都收到了吗？今天晚上只要打开拼多多，就有100元到500元的红包，不用拼手气，也不用拼手速，人人都能领百元大红包，每一个都是实打实的现金，微信实时到账。这有红包这个事儿，我一定要领一下。我带了手机上来，现场给大家领个红包，看看能不能领到。打开拼多多 APP， 哇，开屏有红包，我来顶一下。200元红包！天哪，真的假的？太怪！真的，所以哦，各位观众，现在马上打开拼多多 APP 就能领到百元红包。然后呢，领到红包之后，要记得把这个好运分享给你的亲友哦。是的，我们在我们这个四海同春的现场，要祝所有的朋友新年啊幸福多多，红包多多。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加拿大的华人刘宪华为大家献上龙的传人。都是龙的传人，龙的
谢谢，新年快乐啊，大华。作为在出生在加拿大的华人啊，大华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一定要送上他给我们带来的新年祝福。哎呦，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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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好。好，大家好，给大家送上新年祝福。大家好，我是刘宪华啊、大家新年快乐啊，恭喜发财。等一下，大华，你那么有才华，这么简单的几句祝福是不够的，对不对？一定要来点特别的。对，他最擅长的音乐的方式。对，来送祝福。那我可以用我的小提琴给大家送个祝福吗？小提琴。谢谢，谢谢大华，用小提琴来送祝福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对，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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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的年离不开美食，那当然，吃得上家乡的味道才算得上是过年。其实呢，全球的华侨华人朋友都一样，他们从国外回到中国，首先就是要去找一下家乡的味道。广东的朋友回到国内都会第一时间饮早茶，饮早茶。陕西的朋友一回来以后，首先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泡馍，还有羊表面。羊表面，你说这种家乡的味道是根植在自己记忆深处的，那就是温暖，那就是幸福。像我们湖南人啊，就是不管什么时候都爱吃粉儿。还真是。是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就是把家乡的味道唱进了歌里。让我们有请吴碧霞还有王广允给我们带来唤起大家食欲和共鸣的歌曲《我是你的粉》。有请。我搜搜搜搜搜，我搜搜搜搜搜，湖南米粉里欢乐多。粉耶！今天过年呐，来一碗家乡的牛肉米粉不？哎，我就是你的粉耶！一想起你呀，我心痒痒，我心痒痒，大街小巷找寻你，捧着你我不离不弃。无论我走到北京还是巴黎，莫斯科、伦敦、纽约还是悉尼，慕尼黑、布鲁塞尔、曼谷、迈阿密，总是把你挂心里。想起你呀，我心慌慌，我心慌慌，白嫩嫩花溜溜，想一想伴聚一起。想念那长长长麻长的米粉，想念那香气酸到陈酒鱼粉，还有那悠闲气氛像弹猪油粉。我就是你的粉，我嗦嗦嗦嗦嗦，我嗦嗦嗦嗦嗦，嗦出热生活。我嗦嗦嗦嗦嗦，我嗦嗦嗦嗦嗦，嗦出中国人幸福快乐。我嗦嗦嗦嗦嗦，我嗦嗦嗦嗦嗦，嗦出日子越过越红火。我嗦嗦嗦嗦嗦，我嗦嗦嗦嗦嗦，嗦出中国人幸福快乐。我嗦嗦嗦嗦嗦嗦嗦，嗦出日子越过越红火。我嗦嗦嗦嗦嗦嗦嗦，我嗦嗦嗦嗦嗦嗦嗦，跨越国际的美味快乐。煎蛋牛肉加双码，一碗粉的选择多。北京、纽约、新加坡、欧华人相聚端上桌。无论身在家乡还是在外漂泊，奶奶说幸福就是看着米粉出锅。从今日扶贫到2020全面脱贫。生活是因为负重前行，国家对于生活的重视从来没有停。十八度分大家越来越好是最好证明。我就是你的粉。谢
谢谢吴碧霞和王广允带来这首歌，太上头了，哎，又上口，嗯，听我都饿了，瑞哥。哎呀，我也饿呀。不过我们中国人过年呢，就不仅仅只有美食，嗯，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传统就是发红包，你们想不想要呢？好了，来，田儿，这是拼多多的百元大红包，祝你越来越漂亮。哇，说有就有红包，太棒了，瑞哥。但我觉得这么好的事儿不能我一个人独享，我们也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发红包送祝福，好不好？好，嗯，各位，今天晚上拼多多百元红包人人都有份，都是100到500元整的大红包，只要你今天晚上打开我们拼多多的 APP 的话呢，每个人都可以领哦。你看我现在就刚刚抢到了200元，有没有掌声呢？哇，就是直接到账了吗？当然了，当然了。好，那现在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现在打开拼多多 APP， 边看节目边领红包，热热闹闹一起过新年吧。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感受一下海外的这个青年华侨华人朋友们过春节的快乐，好不好？是，今天呢我们要好好夸夸这群在海外的年轻人，因为虽然他们远离祖国，很多人呢从小接受的是国外的教育，但是在他们的心中始终会对中华的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今天呢他们很用心地准备了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庆祝中国年，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今天你要出师，不要迟到啊！好嘞。我是卢星佑，今年19岁，现在是一名空乘专业的学生。在8岁那年，我家里请了50对表演，可能是受我骨子里华人血液的影响吧。我觉得狮子很可爱，就特别的感兴趣。14岁，我加入了狮团学习舞狮。有时候上课很累，但只要一拿起狮头，我就感觉有使不完的劲。苍苍推，苍苍苍。每年马来西亚都会有舞狮庆新年的活动，我都会参加。我自己很开心，能让所有人在马来西亚都感受到中国的年味。我叫王娇娇，我是澳洲太平洋龙龙舟俱乐部的成员。在中国过端午节我们会划龙舟，在澳洲我们过春节也会划龙舟。澳洲人管这些船叫龙舟，他们都是从德国来的，一艘要6万块钱，而且要3个月的时间。我就在想，龙舟不是我们中国的东西吗？于是我在网上看到一艘中国龙舟只需要3万块包邮，然后我就下了单，没想到15天就到了。看，这就是我们的龙舟，厉害吧？过新年穿新衣，他们也要打扮一下哦。划龙舟庆新年 ，Let's go！ 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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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恭喜恭喜恭喜你。我叫蔡家欢，是一名潮牌的店主，之前在美国卖美国潮牌，现在国潮这么火，我在北美开了北美第一家国潮店，让外国人知道一下什么是国潮。敲黑板划重点啊，这里所有的潮牌不仅仅是 Made in China， 都是实打实的 Created in China。Designing China， 就问你牛不牛？欢迎全球潮人一起来感受一下中国 fashion 的水平，和大家过一个 fashion 的中国年。来来来，趁大家都在，我们来一起给大家拜个年，祝大家鼠年大吉！我叫邵肖明，是德国汉文社的社长。每年春节，我们都以汉服表演的形式来庆祝中国新年。
我们在美国洛杉矶，我们在吉隆坡，我们在悉尼，祝大家新年快乐！好，新年快乐！哇，好欢乐的短片啊！对，但同时我也特别感动，因为看着这些和我们同根同源的年轻人们，他们用这么特别的方式度过中国年，而且我也觉得应该谢谢他们，他们让这个传统文化更加的年轻，也把中国的潮流传播向了全世界。是啊，的确，今天我们很多的华侨华人会有特别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你比如说，中国的潮牌、中国的品牌越来越多的走出国门、走出世界，不仅是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老外啊，都特别特别喜欢去穿中国的潮牌，然后用中国品牌的手机看中国的国产电视剧，然后跟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年。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的晚会也联合了《光明日报》微博，发起了海外青年贺新春的征集活动，让世界感受喜气祥和的中国年。而且我也特别开心的看到，的确有很多的海外青年在跟我们积极的互动着。没错，过年了呢，能跟家人团聚的确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不过很多的年轻人在过年回家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小烦恼，比如说总会有人就像我一样问，就是田儿啊，啥时候回来的啊？就你就又漂亮了，找男朋友没有？这男朋友叫啥名儿？做啥工作？挣多少钱呢？然后那个对你好不好？啥时候结婚？啥时候生孩子？我告辞了，瑞哥。啊，你是这样的瑞哥吗？天哪，我真的要感叹一下，真是同一个世界，同一批亲戚啊，就是问的问题都是复制粘贴一样的。所以我也相信啊，身在海外的我们的青年华侨华人朋友们，不要以为我们身在不同的时区啊，我们过年收到的问题一定是同一个问题，就是刚刚那些。没错，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许魏洲和彩虹合唱团一起带来《幸福的烦恼之春节自救指南》，有请。嘿呦，大外甥回来啦！相许来外有朋友，哎妈，这不周周吗？找对象了没？没有。有喜欢的人了没？没空。来吧，明天带你去相亲，抓紧快剪个肥。就别指了，买房买车是我说，我天天吃外卖省钱啊。我就加班工作，我每天都在工作。受不了啦，爸爸妈妈，我在哪儿啦？错哪儿了？知道。我问你错哪儿了？我错在人生规划太简单，还没读研就上班，没听二叔的话去他的单位当个保安，花开了不敢去摘，大学都不懂恋爱，喜欢的人不是学历太低，就是身高太矮，帮牛郎织女见面，跟宇宙
着飞船充电，一家老小的愿望都交给我来实现。闭眼一个月内就任总裁，闪电相亲立马结婚生小孩，最好是龙凤胎。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没人能在我的笔记眼里战胜我。我童年爬过树，玩过重金属，跳过割肉边界的拉丁舞，大妈也没能将我征服。我已经不是个小孩，放弃我的理想，那你们都不明白。我童年爬过树，玩过重金属，跳过割肉边界的拉丁舞，大妈也没能将我征服。会放弃我的理想，变成我最讨厌的模样。我童年爬过树，玩过重金属，跳过刚柔并济的拉丁舞，大妈也没能将我征服。各位亲爱的家人，我有我自己的人生。谢谢许维洲，还有彩虹合唱团，以及七大姑八大姨。谢谢谢谢，哎呀，那个孟成，感觉你这个特别的感同身受啊！过年回家的时候，没被少催吧？现在已经不是家人在催了，是全民在催。同时呢，还要跟大家说，可以登录微博参与湖南卫视华人春晚话题互动，边看边聊过春节。是的，其实啊，依照这个中国人过年，其实有一个关键词就是热闹，放花炮啊，然后写春联啊，贴福字啊，赏灯笼啊，逛庙会啊，舞龙啊，舞狮啊。你看我们这个唐人街现在已经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了，欣喜的舞蹈，欢腾的舞蹈，都已经准备好了一个舞蹈的派对，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用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舞蹈风暴六位优秀的舞者。哇，他们的舞蹈太迷人了，完全被他们迷住了。来，我们请我们的两位代表给大家拜个年，好不好？来，掌声有请李想、罗天。过年了，要给我们所有的华侨华人朋友来拜个年，好不好？我觉得两位青年舞者就用跳的方式来拜年吧，好不好？好。抓一把福气，哦，帅，扔到自己心里面，融合自己的祝福，哎呦，送给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有没有收到？有没有收到？谢谢，谢谢老师。我简单一点，他那个太花哨了。嗯，慢慢来。好，大家一起跟着学，好不好？学一下啊，来。我觉得是翻走所有的不快乐。哎，哇，一点一点。然后。心中开一朵花，哎呦，拜年了，好，拜年了，哎呦，这个好帅，我相信这是2020年的春节所有人见面的最时尚的拜年的方式吧，来拜一个，拜年，哎呀呀，扭到扭到，谢谢谢谢，谢谢两位，谢谢李想，谢谢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过年的时候拜年总是少不了的，像我们很多的华侨华人朋友呢，他们在海外的时候啊就没那么方便，那给家人有的时候就会写信呐、打电话或者发短信。对，但现在呢，时代进步了，科技发展了，网络很快，现在我们一般都是这个视频电话的方式拜年，所以呢，有的时候只需要打开视频，就好像亲人在你对面，然后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童卓和他的朋友们过年的时候一些小故事。新年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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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好。今年呢是大年初一，好啊，正好呢给你们显摆显摆我家高科技智能的尖端宝贝。什么宝贝儿？就是它，这不就是个密码锁吗？啊，不识货，你这不是普通的密码锁，这是高端语音智能识别密码锁。哎，那你告诉我这个锁怎么开？对呀，好啊。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开吧。密码错误。他这密码锁也不好用啊。是不是我不在家，我妈把密码给改了？过个年门开的这么费劲啊！费劲呀、啊！费劲。稍等，我想想啊。我妈她平常爱听戏曲，说不定就是某首戏曲的唱段。嗯。中国戏曲的这个剧种加起来360多种。你这一天一首也得到明年春节才能把这门打开，哪能这么猜啊？要不平时阿姨喜欢唱什么戏？啥都唱，但是她听黄梅戏好像听得多点。花鼓戏怎么样？谁会唱？来，哎，花鼓戏，哎，这个我会，咱俩来一段。来来来来，是是是，刘海砍樵，刘海砍樵啊，来，好。那你听，哎。错误，而且您的湖南话不标准。哎，行哦，标准。但是咱这还开不开？这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想想办法吧。来，我来一个。这一封啊，书信来得巧，天助黄忠成功劳。密码错误。哎，都不对，你再想想，再想想，赶紧想想办法，想想吧，想想吧，别催我了，越催越想不起来。快快快快快！你说，哎呀，到底你多久没回家看妈妈了？密码换了都不知道。哎，等会儿，回家看妈妈，四郎探母啊！哎哎哎，咱俩唱过呀，是吧？来来来来来。
接叫小帆，叫小帆。你一见公主到灵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门叫嚣。好，立马正确，欢迎回家。正确，哎呀，太不容易了。哎，你们说、啊，阿姨突然把密码换了，是不是门后边藏着什么秘密、啊？哦，哎，走看看啊。谢谢李胜素老师，谢谢您，谢谢，也谢谢我们深入人心的小伙伴们。最近啊，特别流行用照片来盘点过去一年当中你自己觉得最激动人心、最幸福的时刻。今天呢，
在我们的现场也来了一些朋友，他们也要用自己的照片来盘点自己2019年最幸福最难忘的时刻。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一对，太太呢是华侨，先生呢是美国人。今天你们要跟我们分享什么照片？大家好，我叫罗森虎，这个是我的太太秦兰婷。我们今天给你分享最珍贵的照片，是我们在他的老家办的中式婚礼。哎呦，你中国话挺好啊！一般一般，世界第三。还会押韵，还会押韵，真的不错。对，照片就在那里，我们来看看，大家可以看一看。哎呦喂，骑着马。哎，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去到老家办一场这么特别的中式婚礼？因为我老公他的梦想就是可以骑着马来娶我，好浪漫哦！他对中国的文化一直非常感兴趣，所以呢，我们俩一拍即合，和父母花了大概3个多月的时间筹办了这一场中式婚礼。嗯，加上很多美国朋友，他们一直非常的好奇我们地道的中式婚礼是什么样的，就一直问我们。所以呢，这一次他邀请他的好朋友们来当伴郎团，一起来体验传统的中式婚礼。啊，所有人都穿上了那个大袍子。对，而且肯定是一种特别的体验啊。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老公他挑起我的红盖头，然后那一刻我觉得特别的不真实，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那是非常开心的时刻，也是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刻。老婆，谢谢和你的家人给我一个完美的婚礼。啊，好幸福啊！你想想看，美国女婿不远万里上门，骑着高头大马迎娶新娘，然后称心如意挑起盖头，传统的中式婚礼真的是别具一格啊！然后祝福两位幸福美满。今天呢，我们也给你们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是的，我们这个礼物呢，就是每天一瓶营养均衡的君瑶6种坚果，老少皆宜。它是由腰果还有碧根果等6种坚果科学配比生磨制取而成的，是可以喝的坚果，所以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幸福甜蜜每一天。主要是营养满满，身体棒棒，生大胖小子，对不对？对，3年抱俩。好，在这里呢，也要祝福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早日脱单，幸幸福福，美满。然后呢，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呢，就是把所有的美好祝福送给大家。此刻登录微博搜索湖南卫视华人春晚话题，参与互动即可获得嘉宾好礼。是的，我们也会继续给大家送上新年福利。新年到，红包到，现在打开拼多多 APP， 百元红包人人领，10亿现金抢不停。也要感谢华人喜爱品牌联盟君瑶6种坚果，喝君瑶6种坚果，每天一瓶，营养均衡。好，接下来要上场的这群少年，他们非常了不起，你们一定要给他们掌声，好不好？因为他们的表演呢，获得了2019年第17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的金狮奖。他们深受海外华侨华人的喜爱。我们有请河北吴桥杂技学校沧州市杂技团的小伙伴们为大家带来杂技《凌云狮秀》。
好。谢谢谢谢，身怀绝技的小狮子们，谢谢你们，好棒哦。前段时间我去了一趟挪威参加这个中挪的新春晚会，嗯，然后呢居然在挪威的一家小小的餐厅居然看见那个地方也会有卡拉 OK 的包厢，很多华人到那个地方他们会一起唱歌，而且不管在哪个地方只要中国歌曲的旋律一响起来就是最美好的旋律，就感觉到家就在身边。接下来有几位大家非常熟悉并且爱唱歌的朋友，他们已经在去 KTV 的路上了，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到底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吧。哎，你好，华城 KTV。 哎，实在不好意思啊，大年初一生意太好了，最后一间包厢啊刚刚被预定出去。好，感谢李姐，再见啊。你好。你好，有包厢吗？不好意思，今天满员了。那不都空着呢吗？啊，这间已经被预定了，你要是想唱的话欢迎明天再来。老弟呀，你再好好看看有没有包厢了。啊，我突然就想起来了，明天的包厢也被预定了。不是这么火吗？是啊，过年嘛，都想热闹热闹。怎么样，有房间吗？金哥，大王姐，你们来了。是不是又满了？又满了。走，换一间。换一间。站住。有包间。好眼力，兄弟。认得我们？当然认识。让一下。嗯。信，杨玉莹，特别喜欢你们，里边请，欢迎光临。不是兄弟，还有我呢，志文啊，王志文老师，特别喜欢您的戏《手机糊涂的爱》，你演的特别糊涂。那个是演戏的，我是唱歌的那个金志文啊。行，歌手，歌手就歌手吧，坐坐坐。好眼力。哎呀，几位光临本小店，这是蓬荜生辉啊，特别喜欢你们。你说你们几个来唱什么歌啊？直接放原唱不就完了吗？我收拾收拾啊，太兴奋了。太懂我们的心。哎呀，妈，快点。哎，不好意思啊，今天的 KTV 已经被订满了。不是，我提前打电话预定了，就是这个包间。走走走走。稍等一下，过年期间呢比较忙，我稍微打扫一下，稍等啊。快点。这个怎么整啊？这个还蛮好吃的。哎呀，几位渴了吧？嗯，先喝点冰水啊。倒点水，倒点水。好的，谢谢。哎呀，烫死我了！哇，不是你这小子怎么毛毛愣愣的呢？嗯、你小心了点吧。不好意思啊，那个我赶紧叫保洁收拾一下。那、哎、要不几位先里边请。去那边吧。先坐那边啊，我先把这个屏风挡上啊，要不引起骚动。哎，你这挡上了，我们怎么唱啊？哎，放心吧。点歌台还在那边呢。用得着你们亲自点吗？我点就行啊。嗯，好吧。差不多了吧？欢迎光临。哎呀，坐。这房间怎么这么小呀？是啊，老公，你怎么订这么小包间啊？这已经是本店最大的包间了。妈，走，换一家，找个大包房。换一家，换一家。就这儿吧，现在哪儿都爆满，我也不想折腾了。就这儿，就这儿。行，妈，你坐吧。你看你想唱啥，我给你点。对。先全你们年轻人的歌，我哪会唱啊？你们唱，你们唱。咱唱老歌呗，我看看啊。90年代金曲排行榜。老歌我也不会唱，你们唱，你们唱。茶山情歌，杨钰莹。扶我起来。阿姨，你先坐下。不是，你们唱谁的歌不行，干嘛非得唱杨钰莹的呀？这你就不懂了吧？杨钰莹在我们那年代相当火了，啊、电视台点歌，她的一天点好几十遍。哎，妈，你坐这歇会儿啊，前面唱挺好，跑两句没事儿的。那个姑娘给你唱首，活跃一下气氛吧。你来，闺女。老婆，你唱什么歌？哎呀，那得有啥歌才能符合我人间富贵花的气质呢？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日晒或是风吹。几位，歌点好了。完了，这不是你的歌吗？怎么有人唱？好像是隔壁串音了。这唱得太难听了，志伟，快给我们唱一下。我还唱啊？好，看我的。黄昏中的堡垒，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让烦恼都会飞，别去理会自我机会。
好酒走一回。好棒，老婆，我知道你唱歌好听，没想到你唱得这么好听。讨厌，好听什么呀？你没听到男的声都出来了？旁边是不是有人呢？阿姨，隔壁绝对没人。如果说隔壁非要有人的话，那可能就是我。等会儿啊，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这行踪怎么飘忽不定呢？是这样啊，作为一个 KTV 专业的领班呢，我们一定要时刻围绕在客户周围，还不能被你们察觉。还挺专业呢。专业。老公，该你唱了。好。那你说我唱个谁的歌呢？唱你拿手的飙高音信的歌。不行。干什么呀你们家这是啊，不是你点谁歌了？谁的歌不行，为啥非得点信的呢？他歌太难了，你好像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就是那首天高地厚。不是不是，要不换一首吧，你唱不上去。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怎么知道我唱不上去呢？我告诉你，当年我就是凭着我的高音才追上的我家杨子。你看看你俩这心也不齐呀。废话啊。不是，哎，别拦着我，干什么？老公加油。各位，歌点好了。不是我说，领班，你怎么老擅自给我们点歌呢？哇，这首歌好熟啊！是啊，信的歌。要不要让我下班呢？是这样啊，我们 KTV 呢，常年盘踞着各路假高音、假麦霸。今天我看信哥来了，想请信哥好好灭一灭他们的威风。信好，上新年唱出新高音。身边一定有我，我们说过不管天高。想飞到最高最远最洒脱，想拥抱最最美丽的那一刻，想看见被忘到最后谁是朋友，你是我最期待的那一个，想飞想要的朋友。太棒了，完美。棒什么棒啊，没听和声都出来了，旁边肯定有人。没人没人。我看看兄弟，肯定没人。我看看嫂子，肯定没人。哎，不是，阿姨老当益壮啊。阿姨杨玉莹。信。哎呦我，哎呦阿姨好。真人呢。哎、老妹儿好，杨玉莹，哎，你好，你好，哎，你好，怎么？不是你们，还有我呢。志文，新，哎，你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怎么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看到明星了是不是？不用感谢我，包房费照付就行。哎，不是，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对呀、啊，你不说房间是空的吗？不是我。啊、哦，我明白了，你把我们包间隔成两半分给别人了。我不是刚才一见明星，我头脑一热，我都是我的错。哎呀，真的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况，但是不要紧，我们可以把房间给你们。哎，别别别，房间还是给你们，我们在国外一想家就听你们的歌，真的，所以过年能碰到你们实在是太幸运了。对对，那这样好不好？为了弥补我的过失啊，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咱们今天共用这个包厢，所有的消费全部免单。耶。哎呀，行了，行了，这回敞亮多了啊！这样，我还有最后一个小请求，快过年了，我想咱们共同合唱一首，给大家拜一个年，怎么样？好的，来。新一年，新团圆，齐心高唱把梦圆。顺利发两天，新欢
合家欢，万圣宵夜过大年，齐心高唱合家欢，万圣宵夜过大年，齐心唱过大年，齐心唱过大年，吉祥如意，幸福平安，万事顺心，好运连连，都伴随你过大年。祝大家鼠年大吉！谢谢我们的喜剧人们，还有歌手杨钰莹信和好眼力一眼就认得出的金志文文哥，再一次谢谢大家。好，谢谢。去年呢，有许许多多特别脍炙人口、年轻人特别喜欢的小情歌。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冯提莫、王林凯、牛继峰和邢飞为大家共同带来的演唱，掌声欢迎他们。收到需要赶快回复的信息，那就考虑看看是不是要回应你。如果说以后都不用对你讲客气，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在无人的海岛上有美丽风景，像有梦里的竹蜻蜓带我去远行，去到你心里的那个神秘的巴黎，再想和你生一群 baby。 我开始美丽的际遇，你来自东或西都没有太大的关系，都听你，因为始终和你前进，回忆并且旅行。我愿意陪着你去东或西。My little girl， 你知道我在等着你回应，请别再故作矜持，考验我浪漫水平。从这故事的开头到下条路的接口，我都会一直保护你，让时间来证明。可以吃个饭去看电影，不管去哪都陪着你。他们的男友没法比，让闺蜜羡慕你，出其不意，帅气的男友里，你来自东或西，我都占据 ，baby。我开始美丽的际遇，你来自东或西都没。因为始终和你前进，回忆并且旅行，我愿意陪着你去东和西，我愿意陪着你去东和西。如果下次遇见你，希望是在晴天里，要对你说的话想来想去是你我的记忆，就算很远的距离也要紧紧抱着你，你的侧脸映在湖面光线，照在树林里，熟悉的地方想起你，这声音记忆犹新，画面照不离你，我都在犹豫，这看起来像极了爱情。你我，你我，你我却不靠近，这像极了爱情。虽然彼此坚定，我们都没有合影，想问你是否愿不愿意让我进入你的心，了解你的心，让我进入你的心，了解你的情，这像极了爱情。哎呀，这四位真的是太甜蜜了，有没有甜到你们呢？有。好，我快来请这四位来到这里，快来快来快来，来有请，欢迎欢迎，新年快乐。邢飞、王林凯和冯提莫，有请。那我们现在就马上要发红包了，好不好？对。那我们要继续给大家拜年送红包，我们今天呢拼多多的大红包金额从100至500元不等，而且红包当中蕴含的祝福也不一样。那这次瑞哥我们这么玩，我们送红包，然后四位嘉宾给我们送祝福，好吗？好 OK， 拼多多100元红包，祝大家一帆风顺。好，拼多多200元红包，祝大家好事成双。耶、yeah ！拼多多300元红包，祝大家三阳开泰。好，耶！400元红包。祝大家四季平安。好。
好了，我们五百元红包，我们大家一起来，好不好？来，拼多多红包，祝大家五福临门。好，谢谢，谢谢，再一次谢谢。好，果然有拼多多的地方就会有大红包。今天晚上打开拼多多，百元红包，人人领，十亿现金钱不停。大家有没有抢到红包的？有。好了，还没有抢到红包的朋友呢，赶紧下载拼多多 APP 领红包吧！谢谢大家。那下一位即将出场的歌手呢，可以说海内外的朋友都非常的喜欢他。他的歌声啊，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就只要你一听到，就觉得他在温柔地抚慰着你的心，而且他也陪伴了无数海外游子的思乡岁月。我们首先要请我们可爱的蔡琴姐给海内外的华侨华人朋友送上最真挚的新年祝福。当然，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以及在海外的想家的朋友们，今天是过年，大年初一，这一过年啊，你不管距离家再近的人，只要你没有在自己家里，你都会想家。哎呀，真是，何况是海外。在海外呢，在过年的时候，咱们中国人的文化就在我们的血液里面，所以我要在这里给您拜年之外呢，祝福你在海外心里寂寞的时候，想家的时候，记得我们都在这里，我们都想你们，我们也祝福你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做一个心胸宽大令人骄傲的中国人。谢谢蔡琴姐，谢谢，谢谢你们，大家新年快乐。每逢佳节倍思亲，每一个中国人在过年的时候都盼望团圆，但是也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过年的时候不能够回到家里和家人过年。在浙江青田县的方山乡是著名的侨乡，方山乡学校呢，一共有150名学生，其中有105个父母在外工作的孩子，他们呢是出生在海外读书成长，却在国内。因为工作的原因呢，很多父母已经有连续几个春节没有办法和孩子们拥抱，没有办法和孩子们一起吃上热气腾腾的团年饭。过年了，孩子们有些什么样的心愿？对在海外工作的父母亲有什么话想说？我们特地派出了我们的节目主持人李瑞来到他们的身边，听听他们的心里话，同时也送上新年的礼物，我们一起看一看。这就是方山乡学校的，永远跟党走。哎，校长好，校长好。哎，你好，你好，新年好，新年好啊。新年好，好好。哎呀，哎呦，咱们学校好漂亮啊，群山环绕，就像仙境一样。我们学校小孩子绝大多数是华人华侨的孩子，他们父母旅居海外啊，因此被称为联合国学校，特别好。那我们带了很多的礼物要给孩子们，我们现在开始吧，好不好？啊，可以可以。来，宝贝们，村长来了，过来吧。啊哈哈！啊，小心！好，新年好，新年好。好，宝贝们，我想知道你们的爸爸妈妈都在哪个国家呀？一个一个说好不好？在哪里？巴西。巴西。西班牙。西班牙。意大利。意大利。还有在哪里？罗马尼亚。法国。法国。中国。中国。好了，每一年过年的时候都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对不对？对。瑞叔叔给你们带礼物来了，你们要不要啊？要。好嘞，来发礼物啦！好，女孩子要给一个这个啊。谢谢。好，那要哪个？这个。这个好。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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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你要哪个呀？这个。这个。我们所有的宝贝，今天我们除了要分享礼物、祝贺新年，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我们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心愿告白式。今年不管我们的爸爸妈妈能不能回来过春节，我们都把心里最想跟他们说的话说出来，好不好？有6年了，有6年多没见面了。3年吧。我1年多了，他们差不多4年多吧。
在那里我们打工不可能在家里陪着他带他。有问过他的意见，想出来还是待在中国，他的自己一直的意见就是不想出来的。我现在当讲解员的时候，每当有客人来的时候，他们都会说我很棒。我最希望的也是你们能过来看我讲解。我最希望你们也能是在边上夸我是最棒的人。马上要过新年了，我也可以给你一个礼物。这样，你到走廊去看一看。看看黎瑞叔叔给你准备了什么礼物，好不好？我相信一定是特别喜欢的。你是我妈？假的吧？你妈不是长发吗？剪短了也可以的呀。妈，你留长发我才认得。这是给你的惊喜呀，还一脸懵。你又抱不动了。嗨，这里。你回来了吗？过来抱一下，亲一下。哎，爸爸这个意思吧。辛苦了，辛苦了，回来了。饺子喽！谢谢爷爷。不管是孩子和父母那种团聚的欢笑，还是像刚刚片子当中机场里亲人的拥抱，都让人觉得特别温暖。就我们中国人啊，都说落叶归根，其实就是所有人呢对于家乡、对于故土的那份眷念。我们就生在这片土地上，我们的根就扎在这儿。是6000万华侨华人，我们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但是不论隔得有多久，相隔有多远，我们都一定会告诉自己的孩子，全世界华人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龙的传人，我们的根就在中国。华侨华人走向世界，也把中国文化带向世界，我们中国的国粹也被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们喜欢，比如说中国的戏曲、中国功夫等等。那这些传统的文化呢，也让世界认识到中国文化之美。接下来这个节目呢，我特别特别的喜欢，因为呢它有着浓浓的中国风，更有着中国式的典雅的美。请让我们大家用掌声有请王鸥和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的演员们带来的旗袍舞《茉莉花》。
百元红包人人领，新现金抢不停的拼多多，提醒您稍后看点。拼多多，四海同春，2020全球华侨华人春节大联欢，待会儿见。拼多多，四海同春，2020全球华侨华人春节大联欢，现在继续。欢迎回来，这里是由拼多多冠名播出的四海同春2020全球华侨华人春节大联欢的现场。我们拼多多的红包呢，现在还在持续火热发放中，现在打开拼多多 APP， 百元红包人人领，十亿现金抢不停。过去的2019年，我们付出了很多的辛劳，也收获了很多果实，是非常充实也非常难忘的一年。奋斗与奉献让我们国家绽放出了璀璨的光芒，也让每一个怀揣着梦想奋斗不息的中国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人生精彩。今天子涛来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来送个新年祝福，好不好？好，祝这个大家2020年能有一个更好的
自己，然后忘掉之前的所有的不好，然后有一个新的目标、新的开始、新的梦想，然后在完完全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开心的状态下，完成自己所有的想要去做的事情啊！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好，新年快乐，谢谢。那我们再一次谢谢黄子韬，谢谢他的祝福。那今晚呢，我们跟华侨华人朋友们一起共贺新年，纵使离家千万里，他们的心中也一直装着、牵挂着我们中国，也一直在关注着国家的发展、家乡的变化。那大家都知道，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花园县的18洞村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开启了伟大而瑰丽的历史进程。6年来，全国的扶贫工作如火如荼，有9000多万群众从中受益，摆脱贫困。我们正在书写着世界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2020是中国脱贫攻坚决战决胜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要万众一心，加油干，越是艰险越向前，因为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每一滴汗水呢，都蕴藏着奋斗的力量，每一个梦想都融汇于伟大的时代。国家的进步与每一位中华儿女都息息相关，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华人华侨，作为贡献者、受益者和参与者，与世界一同见证着这个伟大的时代，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成为推动中国腾飞的力量。新的一年，我们也将见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壮丽华章，共享改革开放的累累硕果，13-5规划的圆满收官，一起迎接新的朝阳。就在此时此刻，我们胸怀着同一个中国梦，澎湃着同一颗中国心。珍惜此时此刻，每一个奋斗者都将梦想成真。新时代的大舞台上，也将绽放更多更精彩的中国故事。对过去的一年，最难忘的应该就是隆重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们为我们伟大的祖国7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感到无比的骄傲、幸福和自豪。我相信大家都一定记得，在去年的10月1号，所有的朋友早晨守在电视机前收看大阅兵的那种激动的心情。在这里要跟大家介绍一支部队，这支队伍呢是进场最早、离场最晚的一支部队，就是我们的联合军乐团。站在我身边的这四位姑娘就是联合军乐团的成员。我特别想问一下，你们今天穿的这么漂亮的服装，就是阅兵的时候穿的衣服吗？对，是的，我身上这套是空军的礼服，空军，这两位是海军的礼服，中间这位是陆军的礼服。那你们为这个大阅兵训练了多长时间啊？我们从2019年1月份就开始做准备，到6月底的时候开始进驻阅兵村，进行为期3个月的集训，到国庆当天前后大概进行了9个月的训练。9个月的时间的训练，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联合军乐团成立的第一天，下起了大雨，1300个人在雨中演奏《钢铁洪流进行曲》的音乐声让天空都在震鸣，雨滴落在了我的军鼓上，溅起的水花特别的漂亮，我觉得这些画面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大家好，我叫刁俊南，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海峰团长在第一次训练的时候跟我们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他要求我们要站3个小时不倒，吹3个小时不错。这句话一直伴随着我们几个月的训练，直到阅兵当天，我们所有人全程站立3个多小时，吹奏56首乐曲，没有一个人倒下，也没有吹错一首曲子。大家好，我叫王佳，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阅兵当天了吧。记得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热泪盈眶，还记得我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把最后一首歌唱祖国演奏完的。那个时候我就在想，生在中国真的是太幸福了。大家好，我叫张曼君，像我们女兵穿的都是阅兵靴，所以在我们的腿上，那3个月的太阳在我们的腿上都晒出了印记，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抱怨过，因为我们觉得这些印记就是阅兵留给我们的荣誉。其实那段时间的训练特别的苦，但是现在想起来满满的都是幸福，因为有些苦只有在部队里才能享受得到，有的情感只有在与祖国共同经历过才能收获得到。谢谢。非常让人羡慕能与军人的身份参与国庆大阅兵，成为盛典当中最先亮相的一份子，一定是你们人生当中按照现在年轻人话说高光时刻了，一定是高光时刻。其实呢，在那一天也有2000名海外的华侨华人受邀来到天安门进行现场的观礼，我们一起来认识其中的一位，听听他怎么说。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归国华侨段彦文先生。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当时呢，段彦文先生就坐在观礼席上来亲历大阅兵，您能把当时的珍贵照片给我们分享一下吗？大家好，这张照片拍摄于2019年的10月1号上午，我会珍藏一辈子。我参加过3次大阅兵，每一次都会心潮澎湃，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的祖国正在越来越好。我的父亲是一位老军人，曾参加过建国9周年和10周年2次阅兵，所以当我看到建国70周年国庆大阅兵上首次出现参与阅兵的致敬方阵时，当我看到礼兵车上那些英雄荣誉牌的时候，我立刻想到了我的父亲，我感到非常激动和非常暖心，因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是的，所有为国家和民族努力奋斗过的先辈们、英雄们，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再次把掌声送给所有的英雄们。那么其实在2019年呢，新华社在网络上曾经发起过一个提问，说70年来有没有一首歌让你一听到就热泪盈眶。那么在10000多条的回答当中，有一首歌出现的最多，我相信大家一定都知道，是我和我的祖国。没错，只要有华人的地方，我和我的祖国呢就一定会在大街小巷传唱。那一幕幕动人的情景真的是让人听得心中感到温暖，脚下感到力量。百元红包人人领，新现金抢不停的拼凑多，提醒您稍后看点。拼多多四海同春2020全球华侨华人春节大联欢，待会儿见。拼多多四海同春2020全球华侨华人春节大联欢现在继续。欢迎欢迎回来，这里是由拼多多冠名播出的四海同春2020全球华侨华人春节大联欢的现场。新年到，红包到，现在打开拼多多，百元红包人人领，10亿现金抢不停。2019年，我们一次一次被人们热烈的爱国情感所震撼，爱国主义情感让我们热泪盈眶，爱国主义精神构建起了我们民族的脊梁，这一切汇聚成了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的前进洪流，给我们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历史长河奔腾不息，有风平浪静，也有波涛汹涌，我们不畏风雨，也不畏险阻。我们越是向前走，越会面对更多陌生的风景、未知的挑战，但只要我们的初心还在鲜活的跳动，一切便都会峰回路转、春暖花开。让我们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共同写下四海同春的美好祝福。
2020就是爱你爱你，2020我们和爱在一起，无论距离多远，我们都和海外同胞的心永远在一起。2020，我们和希望在一起，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祝您健康幸福，吉祥如意。2020，我们和力量在一起，让我们一起齐心协力，迈上全新的征程。2020，我们跟梦想在一起，中国梦想，中国速度将会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亲爱的观众朋友，全球的华侨华人朋友们，再一次感谢今晚您与我们的相聚。四海同春2020全球华侨华人春节大联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最后呢，请允许我们再一次祝愿大家新年快乐。我们在日本，2020。